开心，我们的第八张专辑哇又上市了，连续八年啊，一路做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累了，但也很感动，就是一路上每一年不会是你可以预期的，每一年都有很多不能预期的事情发生，包括我们在日本的录音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包括我们去演出。那我们本来其实没有打算要做成像这样相互的感觉，但是你说大家都这个全团加起来都快200岁了，还做一个写真集，其实乱不好意思的哦。但是真的太开心了，所以我们这次把非常多在日本我们觉得很神奇的这个 moment 想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最后决定做成一个这么大本的这个写真集的感觉的专辑。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啊，叫做混合现实啊，这个 Hybrid Reality， 这是我的创作。那主要是有感于现在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啊。很多人都有在网络的名称，然后网络自己的这个什么，比如说你登录的资料可能都跟现实不一样。我常常在想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你在网络上可以说你是一个文青，你在微博上说你是一个愤青，对吧？什么都可以。所以这首歌主要是形容这样的过程。那非常开心，在这首歌当中，我们还找到了非常棒的日本大师，叫做渡边湘津美。好，那来跟我们来对标。那非常非常精彩，而且我们后面收录了很长一段两个萨克斯跟吉他对标的段落，听听看，希望你喜欢。